奏的曲目是 Stephen Renneck 龙山，此曲是描写瑞士最具有神秘色彩的皮拉特斯山关于龙的传说。铜管吹出交错的哭泣声，刻画着长生在云端的夜晚，漆黑又神秘的龙群。Renneck 在描绘神秘的气氛后，带出优美的景致，随后便制造时而紧张诡谲，又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，让此曲丰富地展现戏剧化的张力。让我们欢迎指挥李浩元老师。Thank you.